我是米娅，今天我们的一窝泰迪宝宝已经开始断奶了，现在是已经5周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们长什么样子。好，这边呢是它们已经断奶的话，是单独睡在这个毯子上。这边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定点厕所训练已经开始了，每一个小狗都会有经过这个定点厕所的训练，我们家小狗。然后现在这里面的话，这里一共是有6只啊，等一下我进去一下。我进去给大家拿着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我这个鞋挺干净的，你挺远一点，哎，哦，sorry，现在这边是有6只啊，然后这个是棕色的，这个棕色的它是一个弟弟，然后这边我们一共有2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弟弟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也是弟弟，这个是弟弟，他叫卢卡。然后它的颜色呢是一个香槟的颜色，挺好看的。这个是淡淡的香槟色。卢卡 say hi，好。然后这边这4个呢都是妹妹，然后这个呢是偏奶油色的，奶油色颜色是最淡的一个妹妹啊。这个脸很标致，很精致的，这个颜色也特别好看哈。它颜色是一个浅色系的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妹妹，她的名字叫。妮妮，妮妮，还有一个是莫妮卡，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哪个是莫妮卡？这个是莫妮卡，莫妮卡是一个大眼睛黑鼻头的，这个颜色也是偏奶油色的。莫妮卡，嗨，莫妮卡下面还有一个小白点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然后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妹妹，这个就更有个性了，这个妹妹是 Lucy。看 Lucy，她的下巴也是有白的啊，然后她这个脸也非常的，她这个脸是她是，这6个中偏小的，所以她这个脸型也是会偏小一点，然后她的胸口也有一点白，她还有一个有个性的就是她的脚，这个脚掌是有点白色的，对。好，Lucy，Lucy，Hello，Lucy 是不是也很可爱？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是6个了，然后目前呢，我们还有 available 的弟弟和妹妹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私聊我哟。